2036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。认识耶稣基督，给我们一个生命很大的救恩。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极大的恩典，就是主把我们摆在一个身体里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在教会里，我不是孤单的，我是有同伴的。昨天和你分享到说，耶稣面对生命当中一个极重大的一个事件，就是他要为你我走向十字架的道路。在这个最重要，他在地上，他在人世间最重要的一个生命里面的冲击，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在面对这些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用祷告预备自己。我相信那个祷告，照着圣经里面说，他在那里祷告，主从天上差派天使加添力量在他的身上。你知道吗？连耶稣都需要透过祷告得着力量去面对这个征战，你我更是这样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当你在生命当中面对重要的冲击，面对重要的征战，面对重要的抉择，祷告。而在祷告当中，耶稣做一件事，他不是一个人跑去祷告。我读这段圣经给你听。于是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起去，然后呢，他里面其实是充满着惊恐，他里面充满着难过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耶稣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但他在地上那33年半的时间，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。所以你会惊恐，他也会；你会难过，他也会。圣经是这样清清楚楚的记载。所以当你陷在难过当中的时候，他知道，他知道那个感觉，因为他走过这样的路。你在那个害怕里面的时候，他知道，因为他走过那个惊恐的路。然后他的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但是在这样子去祷告的过程当中，他有属灵的同伴，他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耶稣在地上有非常多次，很多重要的时刻都带着他最亲近的这三个门徒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是有属灵同伴的。他请这些人跟他一起祷告，他说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那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们跟我一起祷告，当我要面对这么重大的征战的时候，我需要有属灵的同伴，你跟我一起祷告。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不要单飞，不要单飞，不要做单兵，不要孤单一个人。主把我们摆在一个身体里面，孤单是一件可怕的事。以利亚，一个被神那么大使用的人，因为孤单，他老是觉得只剩下我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我，所以我最大，以至于他虽然成就了很大的事，在加密山上那个征战大大的得胜，但是接下来他就大大的失败。为什么？他始终让自己变成一个孤单的人。但是主对他说，你不是孤单的，有7000个没有向巴力屈膝的，你没有，不是你一个人，只是你没有跟身体连在一起。主说有7000个人，那些人都跟你一样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，可是以利亚觉得我只有一个人，因为他没有跟其他的人连结在一起。连耶稣在面对客西马尼园那么重要的时刻去祷告，他都知道他必须跟别的肢体连在一起，他需要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跟他一起去祷告。你也需要属灵的同伴，当你最软弱的时候，谁可以陪在你旁边呢？当你最需要有人为你祷告的时候，你里面能不能够有一个确信，有人在为我祷告？我要祝福你成为一个有属灵同伴的人。怎么样能够有属灵同伴？第一，你自己要愿意跟别人连在一起，不要做以利亚，不要单打独斗，不要觉得只有我。当我觉得只有我的时候，我会越来越骄傲，而那个骄傲就会把我自己陷在孤单的软弱里面。不是只有你，也不是只有我，主把我们摆在身体里，祝福你有属灵的同伴。
走在何处，救主与我同在，不孤单。如客旅居住在异乡，在山顶上或沙漠中，我救主与有主同在。